千载传愿行，万古启德仪。欢迎收看《高僧行仪》。佛法东传是一大世殊胜的因缘，为了使东土的人民认识佛教，佛经的翻译就是十分必要的工作。鸠摩罗什大师是四大译师之一，近代的国学家梁启超先生更尊鸠摩罗什大师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从今天开始，透过戏曲，透过对谈，我们将共同来走入鸠摩罗什大师的一生。鸠摩罗什大师小时候呢，就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出家去了，而他年少时期就展现了出他天赋异禀，而大师的一生对佛教贡献之巨也是难以名状的。节目很欢喜邀请到政治大学涂彦秋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是啊，在这边请教教授啊，是什么样的环境啊，造就了这一位一代高僧鸠摩罗什大师呢？哎，一般来说，一个这个高僧的一个出现，通常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他所在的这一个位置，秋瓷国所提供的这个条件，是一个非常尊重佛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接着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热爱佛法的母亲，带着他出家，一直到他20岁才离开。第三个当然是鸠摩罗什他自己个人是这么样的努力向学，愿意学习，所以种种的因素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造就这个一代的高僧。那这几个因素大概缺一不可。是啊，那再请老师跟我们谈一谈大师一生对佛教的贡献又在什么地方呢？哎，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他对于整个中亚的佛教跟中国佛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对于秋瓷来说的话，因为秋瓷原先是一个小乘佛法，经过他的母亲带着鸠摩罗什去出游参访问学这样子的一段历程，学习带回来的却是一个大乘佛法。那么整个的大乘佛法的一个弘扬，事实上原来中观学是在印度的南方，经由这一些不断的传播，在经由这一些历代的这些高僧，尤其像鸠摩罗什这么样聪明的这些人，经过了辩论，经过了论证之后，在西域整个的生根发展，最后的时候也透过他们一段一段的传到了中国。在中国来说，从第二世纪一直到鸠摩罗什来的第五世纪初，这将近的两三百年里头，我们对于般若学都是不太清楚的。是。那么六家其中也在这样子的一个纷扰的当中，各自提出自己的看法。每一个人每一种学说，事实上都在猜测的，到底那个般若要讲什么。一直要等到鸠摩罗什进来了以后，在中国才整个澄清了那个般若的一个真实的面相。所以对中国来说，整个的般若学的进来可以说是鸠摩罗什最大的贡献。那么对于他自己的故乡秋瓷来说，同样的从小圣走进大圣，他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是，那后来大家人人熟知的他对于佛典翻译这个区块请教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一般来说，我们说出三藏集集认为他翻译进来了35部经典。35部。对，可是呢，这144卷的这个当中，一直就还有一些后来的人慕其名。中国的习惯是这个样子，我不太愿意说当我写了一本书或者写了什么时候呢，我就提上我的名字。我其实期望的是我的思想能够发扬光大，那我就会去贴在别人的那个身上，然后让即使是名字不是我的，但是思想是我的，那我就贴一个有名的人把这本书给流传下去。所以呢，有很多的经典当他翻译出来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在中国被写出来了以后，也有很多人希望这个借着鸠摩罗什使得他能够发扬光大，因此越到后代，我们所看到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越来越多。
大概就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出现。但是不可讳言的，整个的中观学说般若经典的奠基者还是鸠摩罗什，他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了，使得中国整个的一个翻译变成一个化新的一个时代。是，以上感恩教授精彩的解说，谢谢。是，鸠摩罗什大师可以说是佛教史上跨时代的一位高僧啊，不论是他自己的努力求学，还是这一期生命的一正二报啊，其实种种因缘也成就了此刻我们佛弟子有诸多的经卷可以来好好深入阅读的。我们方才有提到鸠摩罗什大师的母亲对他的影响，然而大师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节目很高兴邀请到编剧显元来到现场。显元您好。主持人好。是啊，提到大师的父亲啊，大师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鸠摩罗什他的父亲呢有两个翻译的名字，是在戏里面我们称他为鸠摩罗炎，但是有一些经典上面记载他叫做鸠摩炎。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鸠摩罗炎呢他是一个天资非常聪颖的，而且是从小他也是一个非常强记而且是聪明好学的一个人。那家里面呢也世代是为官的，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萌生的出离心，在当时他并没有接触到佛法哦，他只是萌生出家的念头，要去追求一个理想跟一个学问，所以他就放弃了他原本家里面可能可以继承的很好的位置，就到外面来游走，然后去游学、去访学、去求道、去求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来到了这个齐婆，这个就是公主的这个国家，然后就遇到了这个公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因为鸠摩罗什而去关注到鸠摩罗炎，并不会有一个特别的传记帮鸠摩罗炎写传，所以我们都会说他就是鸠摩罗什的爸爸。然后这个爸爸到底他的生平是如何呢？记载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去找寻到在一个合理的逻辑之下，我们去做了一个所谓的艺术的虚构。在这个艺术虚构当中，这个人格啊，我们就发现他是有普遍的一种拥有出离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既然他已经有出离心了，他对于世道有一种想要利益众生的想法，那么他个人婚嫁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这个是所谓的纠缠跟羁绊，他就是不想结婚的，他就是想要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于是啊，当他遇到了这个公主齐婆的时候啊，他其实他的态度他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想要跟他有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齐婆呢，也就是鸠摩罗什的妈妈，当时身为公主的时候，她的视野也比较高广，她觉得说我身为一个公主，然后我需要的人呢，既要有才，然后又要长得帅，然后又要能够有非常坚定的意志的人，她才愿意嫁。其实她心里面也有一个求道的一个出离心，只不过这两个之间啊，就没有办法有一个交集。可是人的姻缘总是有一些奇妙的不可思议，他们两个的相遇也就是成就了后来的鸠摩罗什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戏里面，我们在撰写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把他父亲就像说所有一个想要去求学跟求道的人的一样的心态，就是他愿意放下他所有拥有的这一切荣华富贵，目的就是为了人生的那个终极的目标。那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一些他并没有去想象过或是从来没有去预期到的一个结果，但是他接受了以后，其实这未必不是一件破坏自己修行的过程。那么我们尽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还原到身为人父身为一个原本具有 求学心态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他如何的去完成他人生的梦想跟理想，而并不违背自己原本要有的那个初衷。是，所以后来他遇到了齐婆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在戏里面我们有大概书写了一下他们两个之间从陌生，然后一直到彼此熟悉彼此对方的心意，然后到最后面他们为了要这个法，共同为了法，然后共同为了利益众生的事情而一起努力的一对夫妻。这也可以这么说吧，就很像我们的慈济家庭。慈济家庭当中有非常多的师兄师姐师伯师姑，他们呢也都是有一个同心一致的一个目标而往前走，那么就
身为一个慈济家庭中的同修伙伴，那么在菩萨道上就一起前进，然后成就彼此的道业。是，以上感恩贤缘的分享。感恩。鸠摩罗炎与奇婆两位本来都有出世之心啊，然而因缘会遇结合之后，反而成就鸠摩罗什大师的出生。一切的一切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了。鸠摩罗什大师从小就在佛法的家庭生长，年仅七岁就随母出家，也展现了他过人的长才，相信之后的戏啊一定精彩可期，请大家持续收看我们的高僧传鸠摩罗什。感恩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如今咱苦尽，早已是西域苦果，古清名家拢集住在此。哈叔，幸好你那是当幸困上腰，那是因缘苦劫，迄位鸠摩罗炎，无定着伊。伊会来呀、啊，这父亲真是一座火中岩的佛国净土啊！